最后再限吗？三十。可以教你吹，会不会吹气球？你要我干嘛？这个啥？只是很难。吹哈，一会儿只能吹一会儿你洗，不用太大劲的。不是我记得，不用太大劲，你的命肺活量一点。轻轻吹。亲姐，你吹爆了。那身体好的肺活量才大。上百个次，吹一点。那汤面吃不了。是这样的。要不要？来，我写一下。太好了。坐下吧。等一下再吹个，不要吹，等一下再吹要爆了，我害怕你吹。这个比较难，谢谢哈。